TVB 在30日公开了即将在9月份播出的全新综艺《青春 MT》的出演阵容。由于该节目企划找来了知名导演金晨玉，因此节目的出演嘉宾也都是和金晨玉导演合作过的演员们，包含云化的月光、朴宝剑、金玉珍、郑正勇、蔡寿彬、郭东延、梨泰院 Glass、朴叙俊、安普贤、全娜拉、刘庆寿、李周映、魔幻之影、池昌旭、崔承恩、黄盈烨、池慧媛、金宝韵，一共15名演员。由于 MT 在韩国的意思是 Membership Training， 用于增进同学同事间的情感交流，在大学举办的情况就像是休学旅行，因此这次节目邀请了经典戏剧中的演员们相聚，也让大批剧迷们非常期待，纷纷惊呼太扯了，这竟然是真实发生的事，光看名单就觉得好有趣啊，已经等不及9月份的到来。